好耐冇見啊！我認識你嘅咩？我聽講你以前都係幫阿彭家手噶嘛？我又係喎，大家從手足，你冇理由唔認得我噶。以前彭家咁搭馬，地盤又多，我唔識你屋企咩？你唔識我金耀龍唔緊要啊，金福妹你識啊啩？佢查緊你啊，你咪同佢有咩瓜葛啦？定係你諗緊咩大茶飯啊？都唔知道你講乜。啊，飛哥，心虛性感，梗有啲古怪嘅。如果你唔預備我嘅，我爆你嘢出去嘅嚇。咁奇怪嘅。喂，是我。福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有些人想给你看，方不方便过来咖啡店？好，我即刻过来。几位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已经打咗烊，想饮咖啡嘅，听日请坐。唔使装模作样啊！我知系你，陆向东。睇嚟赵红花都同你讲咗好多嘢喎。系又点？你想杀人灭口，定系想落翻呢张相？俾翻我。有本事嘅就自己攞。真系估唔到，佢一个三轮车车夫，竟然就系幕后黑手。由你加入华侨社，到暗中利用我同赵红花去帮你对付彭家，所有嘢都系经过精心策划。彭坚最后都系应该死喺你手上。睇嚟你都查到好多嘢。你隐藏功夫，利用晒所有人去帮你消灭彭家，而家仲派手下混入华侨社，你到底想点？系咪想连华侨社都消灭埋？你估我会话俾你听咩？你唔讲，我都知道你嘅野心。你根本就系想做第二个彭健，控制晒成条唐人街。你为咗达到目的，连自己亲生女都利用埋，简直卑鄙无耻。金家大小姐果然聪明，不过聪明嘅人多数都短命。
醒啦，福妹！邊個打成你咁噶？福妹！撐住福妹！蓮姬，我係咪已經死咗啦？你未死，我唔會俾你死噶，好快到醫院噶啦。你撐住啊！其實個天都對我不薄啊，我可以喺臨死之前，仲可以見到你。福妹，唔好瞓啊！福妹，醒啦！福妹，福妹，撐住啊！医生，金福妹嘅点啊？病人有几条肋骨断裂，内出血严重。如果再恶化落去嘅，会影响主要嘅器官功能。虽然暂时冇生命嘅危险，不过要继续观察。至于佢醒唔醒得翻，要靠佢自己嘅意志。唔该，医生。得翻我自己一个人，你千祈唔好离开我。等你醒翻，你醒翻我再揸电单车同你去兜风。你想去边嘅，我车去边，好唔好啊？无论点，我都唔会再俾任何人去伤害你。你去找个老老实实的街坊，给点钱他，将钱千千的下落告诉连击班马打知。老板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给马打捉到钱千千。钱千千是个计时炸弹，只要我将它放在连击和宝清文中间，它一爆，它两个就会搞定。哦，你意思是你想他们两个自相残杀？嗯，金福妹被我用八卦掌打伤了，同钱千千之前杀人的手法一模一样，连击一定会以为他是杀人凶手，而鲍青云又以为他是清白，一定会挺身保护他。只要他两个同时间找到钱千千的话，一定会有很大的冲突。老板果然高招，但他们两个都是高手，哪个会先想呢？一定是连击。为什么是连击？虽然他们的功夫是差不多，但我之前指点过鲍青云一招八极的燕王三点手，呢招凶猛霸道，他为了保护千千，一定会使出呢招对付连击，连击一定会死。但我教佢练嘅方法，亦都会损耗佢体能，佢心脏到时负荷唔到，死系迟早嘅事。佢哋两个成咗头咗势，今次终于有机会可以送佢哋两个情。我哋放长双眼，慢慢睇。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随时收睇 TVB 最精彩剧集同埋精华影片。中意呢条片嘅，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啦。